将军对夫人的军中表现如何看？他是冲着我来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将军与夫人还是说清楚比较好，以免夫人胡闹，被他人笑话。他此番前来，不同过往，行为乖张，应该不会惹下什么大祸。待他在军营待够几日，应该就会恢复了。夫人在营中，将军时刻可见，暗中照应也是件美事。 说起赵颖，你和豹子头功劳倒是不小啊。将军全当不知，毕竟嫂夫人乃一介女子，不比军中男儿。我心里有数，不会给你们制造太大的麻烦。到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跟她说明原委，让她早日回到府中。